当然，我哋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边，我哋除咗个鞋啊，喺嗰啲草地行走下咁样样咧，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系城市人工作咁繁忙嘅时候咧，其实而家市面上咧已经系有一啲接地气嘅产品咧，咁喺我哋嘅健康店咧，已经一路咧有好多嘅客人咧，就系买咗翻去屋企度咧，就每一日都可以接受到呢个接地气嘅治疗啦。接地气产品咧，可以喺我哋六创意嘅健康店可以买到噶啦，联络电话系2882-4848。同类疗法系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嘅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嘅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而家注册嘅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嘅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嘅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嚟嘅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喺生查理斯王子嘅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先能够顺利咁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啦。同类疗法喺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嘅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同埋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接近30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啦，今次同大家介绍呢是一隻叫做青膏青膏 Abrotenum， 英文叫 Southern Wood 青膏，是这隻疗剂。青膏这个疗剂呢其实好适宜于在处理儿科嗰啲毛病嘅，可以我哋话一种儿科嘅圣药嚟嘅，尤其是对嗰啲初生婴儿啊，尤其是嗰啲男细嗰啲男仔啊，佢可能出现嗰、那个水囊嗰、那个阴囊嘅水囊啊，流鼻血啦、消瘦啊，或者初生婴儿嘅肚脐咧渗血啦、渗啲液体啊，渗乜就好瘦好瘦，尤其是只脚咧好瘦好瘦，我呢种佢呢个消瘦病。呢个一个经常用得到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喺啲老人家吓老人家啲消化力好弱，咁有位医生Clark 咧曾经咧佢消即系处理过一个中年嘅女性，咁佢有消化不良同埋大量呕吐一啲臭嘅液体，咁佢仲有咧就系嗰个背脊咧系突然之间痛得好犀利。突然之间嘅，但系喐动会舒服啲嘅。咁仲有啲佢嘅整体症状咧，就夜晚黑差，同埋喺个冻嘅空气会差。咁个人咧就通常望落去咧就好巢皮啊，好青，好衰老啊，感觉冻啊，蓝眼圈啊呢啲咁嘅症状。咁一个老人家有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嘅个消化问题处理咗佢嘅。好啦，清膏咧系有我要记住两个嘅。嘅主要嘅景象下我哋叫 image， 呢个疗剂嗰个形状形象。咁第一呢就係转移 metastasis。metastasis 呢就唔係只係讲嗰啲癌症嗰啲咁嘅转移嘅意思㗎，係总之係要转移变化。咁同埋另外一个呢就係嗰个消瘦 marasmus， 即係嗰啲人呢
啲貧窮嘅地方啲細蚊仔營養不良嗰種銷售，記住呢兩個嘅嗰個印象，你要好深刻記住嘅。咁清高咧，同埋另外一隻同我療法嘅療劑叫做Platina咧，都係有呢個嘅轉移，呢個係一個主要嘅症狀嘅。咁喺清高咧，我哋好多時候咧就會發現咧，個精神嘅狀態咧，同埋身體嘅狀態咧交替嘅，即係變嚟變去嘅。咁亦都係呢個細蚊仔咧，好可能咧就係好敏感，情緒低落，過度活躍，同埋好多啲曳嗰啲行為嘅。但突然之間咧就變咗啦，細蚊仔變到好乖，那個脾氣好翻咁樣。咁跟住咧個問題咧就去到條大腸嗰度啦，咁樣。咁好得意嘅，當佢嗰個情緒精神狀態好咗咧，咁佢嗰條結腸咧就出現問題啦。咁即係呢種咁樣嘅交替嚇，精神狀態同埋身體狀態嘅交替。咁仲有一種交替咧，就係可以咁講喺嗰個便秘同埋嗰個肚瀉交替。咁好多病啊，譬如好似黑龍氏病啦 ，Crohn disease 啦。colitis 結腸炎啦，同埋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即係嗰個腸激呢啲嘅，都有呢啲咁樣嘅情況交替嚇，嗰個便秘嚇，同埋嗰個吐瀉交替嘅。好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好關鍵嘅症狀，呢個療劑關於呢個症狀咧，就係我哋嗰個山楂腮嘅轉型。好多時候咧，細蚊仔山楂腮。好腫好大，嗰個炸腮腺體好大。咁突然之間咧，當嗰個炸腮走咗啦，跟住咧嗰個高丸就漲啦。咁呢個係好常見嘅嘅炸腮會變走轉移嘅。咁我知道有其他嘅療劑咧，係對付呢個情況咧，就係、是、對付嗰個腮腺炎嗰、那個 mumps 嘅問題咧，就係、是、嗰、那個白頭翁啦 ，Pulsatilla。同埋咧木炭卡布維選兩個咧好主要用喺呢種嘅小孩子生腮腺炎生炸腮嘅。好啦，咁另外一個關鍵嘅字眼咧就係我叫做 marasmus 咧，即係消瘦嚇，即係好多落後國家啲細蚊仔營養不良，成個人瘦曬，肚大大，只腳瘦嚇。咁或者細蚊仔咧就係唔成長細蚊仔可能胃口好好噶嚇，咁但係咧啲細蚊仔咧。就肌肉冇晒力嘅，有時咧，叫佢舉個手咧，佢都冇力嘅，又跌翻落嚟嘅，咁細蚊仔消瘦，但亦吸收唔到佢啲食物，個成個人好軟弱，個頭咧好似個人咧就好似個頭都提唔起嘅，有時候咧就好快咧就垂多落嚟，跌多落嚟噶啦，咁當然咧初生嬰年咧呢種情況都係正常嘅，咁但到慢慢地嗰時候咧，佢嗰個肌肉嘅嗰個力度咧會正常長強返呢，咁佢就唔會出現呢啲個頭呢跌落來，頭都好似垂低整唔直嘅。好啦，咁啲細蚊仔通常呢都係嗰個係皮膚好即係好軟嘅好軟弱嘅，我叫 flaccid 即係泡泡咁樣啦，咁又消瘦，但胃口好，但係呢吸收唔到咁呢種嘅情況呢，我哋記住呢呢個一個好好嘅療劑嚟嘅。咁喺嗰個轉移嗰度咧，我哋有啲時候咧喺我哋同佢療法嘅資料庫咧提及一個字眼叫做 alternation with， 即係交替咁呢個交替，咁即係喺我哋嘅亦都字眼上即係叫 metastasis， 即係係轉換嘅。OK， 譬如有啲時候咧，一個人咧係經量好重好大好大經好重，跟住咧就同嗰、那個情緒低落咧係交替嘅，咁即係呢個就我哋嘅同我療法呢個所謂嗰個 metastasis 嗰個主要意思嚟嘅。咁所以記住呢個係一個主要嘅細路仔嘅療劑啦。咁同埋咧呢個咧亦都係處理好多啲症狀嘅交替時應用嘅。呢、這個就係嗰、那個清高呢個療劑啦。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同類療劑。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啊？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
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